武汉中阳中医院，中阳四维脚型凹型腿经典治疗案例。治疗前高低肩、下肢立线异常、骨盆外扩、大腿小腿肌肉外翻、双膝关节过伸反张、双膝间距一拳宽。治疗后挺拔修长，下肢立线恢复正常，骨盆内收，双膝关节恢复至正常角度，腿部形态线条流畅。医院地址：武汉市江汉区金家墩特一号武汉天街二号楼。